各位听众早安，欢迎收听中广新闻，我是谢叶荣。今天是中华民国107年2月8号星期四，农历丁酉年12月23，播报新闻提要。花莲强震灾情，清晨5点钟漂亮旅店大厅发现夜班员工江振昌的遗体，这是第9名罹难者，分秒必争，目前灾区还有62人失联。余震不断，清晨5点34分宜兰近海发生瑞士规模 4.1 地震，花莲最大震度3级，地震测报中心警告余震还没有趋缓，无法排除更大地震。专家说频繁的地震引发米伦断层活动，加上建物结构不佳，导致重大伤亡。气象局持续对台中以北宜兰南投跟金马发低温特报，寒流缓慢减弱，今天白天除了北台湾之外，各地温度回升。美国政府再传关门，参院要表决延长拨款法案。美股大幅波动，道琼上下震荡超过500点，尾盘全面收黑。1月份进出口贸易非常理想哦，有非常好的正成长。